我们深情的对望。谁是最好？你就是用这个跟女生搭讪的。第一次，希望下次还能碰到你。干先生，这个画像我天天放在身边给您对比，您也看了，没一个是正数。要不您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说给你加钱？不是钱的事儿，其实缘分啊，他就是这么捉弄人。有的人，你一转身，这辈子就找不到了。你真不用。我想见见你家人。现在？明年。为什么不能是现在？我就想跟你在一起，过自己的小日子。除夕过后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你喜欢春天，明年春天我一定娶你。好。我女儿回来了。她嫁给你。我说我有未婚妻。爸，好久不见啊，天雷。六叔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啊。是啊。